包厢包会包拿证，驾校学生教室提交包厢包会包拿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灰灰。今天我们要来吃这家清汤面，在福州是鼎鼎有名的。不说在福州市区吧，在福州西，靠近福州朗健园这边，也就是在红甘路这条路上，就在红甘路上的永丰村这里路口。刚才不是视频前面有拍的那个淮安大桥吗？那个大桥桥底下过来个50米吧，就到了这个灰瓦白墙的这个古建筑，这里有点类似于徽派建筑。这里就是我身后这家的林东炉清汤面，是无敌的存在。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最早开始闽侯永丰林东炉清汤面，这里就他一家店，旁边都没有店了，然后非常荒野。他开车过来的话，可以停在他旁边这个停车场，从那个路边，这条就是红甘路嘛，就是红山桥通往闽侯甘蔗这条路，这个卖炸爆米花的一把天天都在这里，不论刮风下雨，他就是要蹭这个林东炉清汤面店里面的生意。有时候这家店连排队都进不去。然后呢，刚才不是说这里独他一家吗？旁边又开了一家，哎，这家也是蹭他生意的。我们小声点说，老板刚刚进去。唯一这里最出名的就是这家，好吧，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林东炉。它里面营业面积非常大，它高峰的时候，这个里面的搞清汤面的阿姨啊，有十几个就蹲在这个厨房里面。我们看点什么？罗汉肉啊。孩子先拿一个，罗汉肉，然后猪肺、对血，什么好味，疼的嘛，没疼啊，对肝，猪肝，可以了，我没肉，肉花，苹果，肉花，苹果。你等到中间。加阿卡路呢？几岁阿卡，谁来最？谁来？谁来？你来。对我这个比较好，蛮没毛什么的哈。OK， 钱付了，我们找个桌子坐一下，然后他就会那个看着我的号码牌，把那个送过来，把那个我的面送过来。刚才不是点了几样吗？这里风扇太大了，这里没什么风扇。OK， 我去拿，好了吗？我去，我瓢羹还没拿，他就端上来了。他这个还不止勾墨啊，他这个简直是不锈钢加厚的那个网。拿去砸人的话，就可以把人砸进医院。哎呀，他这个有认真消毒啊，好烫。来这边吃饭，筷子、调羹、蘸碟这三样是必备的。蘸碟用来装虾油、海油。一路来沾里面的罗汉肉。跟猪肺还有猪肝，吃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它这里的调味料有多少。这个是在福州这边吃这个捞化，桌子上必备的几样调料，这是辣椒酱，这个可能是针对外地人的。然后这个是醋，这个是鱼露，就是福州的海友。然后这个什么？哎，这个也是醋，这个是白醋，那个可能是陈醋。然后这就是我们福州特有的老酒，好的店应该是放福建老酒，而不是放这个闽地老酒。闽地老酒没听说过的，往汤面里面加这些老酒，
味道比较独特，因为它这些葱啊调料啊都撒在面上，特别是这些葱撒在面上搅拌一下，那味道综合一下。我们福州的捞化店，捞化店说的化就是这个新化粉，叫化，捞的是捞这些东西，这些肉捞，然后捞的东西跟米粉掺杂在一起就变成捞化。然后你们来福州的话，看到福州的小吃店面店写着捞化的话，就是吃这个。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细面粉改成粗的米粉，也可以改成面条，这个都可以的。但是化呢，就是说这个新化粉嘛，我们去每个地方旅游就要一定要吃到当地的特色，就是这个特色。同样是十几二十块钱，料可能不一定它放的比较多，面也不一定比别人多，它这家店哦，但是它的碗一定是最大的，而且是最粗碗的，而且是最厚的不锈钢碗。很多人是不吃猪肺的，但是我吃。我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整个猪肺那块市场上那种生的杀猪的猪肺五块吧，五块到十块钱，然后大多数人买回去要把它煮熟完以后切碎，然后拿给狗吃。他们这样子我也不在乎，我就是爱吃猪肺，爱这口。哦，还有大肠，大肠。这个米粉啊，真是香。因为我这碗里面只点了那个猪的那个内脏部分，本来我刚才点的时候，我跟他说有没有那个海鲜、葱或者花蛤。有那些东西的话，它味道跟那个海鲜的味道，跟那个猪的内脏，这些猪肝啊、猪肺啊，还有猪的那个罗汉肉，一起综合一下，味道会更鲜甜。刚才说到这家店的地址是在福州西的湖山桥至闽河甘蔗这条路上，在这条路上这家店没有人不知道的，平时在附近上班的。前面最大的人最多的就是福州软件园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家店的存在。这个是猪肺里面的肺管子，这碗里面的面条被我挑两筷子吃完了，剩下的全部都是料头了。你看一下这料头有多可见啊，加了多少。家里的长辈教导我们，如果你工作在灰尘比较大的地方啊，或者有抽烟的话，就要喝猪肺汤。广东也是这样子，煲汤的话会煲猪肺汤，福州也会煲猪肺汤。美名其曰，吃了猪肺就会修补你自己肺的损伤。那吃猪肝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喝酒伤肝，那要多吃猪肝；抽烟伤肺，那要多吃猪肺。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为什么他们那方面不行的话，要吃就吃牛鞭？其实猪也有猪鞭的，知道吗？只是猪鞭很小。这个高汤的味道已经很好了，但是唯一的遗憾是没加到葱，看到没有？我吃这碗面的后半程，全部都在吃这些料头。
哇，鲜美！这么一大缸端出来，我想成年男性没有一个人会吃不饱的吧？基本上都吃得饱吧。现在我吃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店里基本上坐满了。这是门口进来的。是不是差不多坐满了？难怪老板说还没这么早呢，陆续都有人来，他这里也有做宵夜的。可能是我硬的食材点太多了，一直咬一直咬，因为它吃的很小，我嘴巴都咬酸了。猪肺便宜，吃的好大。有一样东西忘记点了，就是青菜要加点进去。刚才在台面上没看到青菜，青菜就加点吃下更健康一点，搞点植物纤维嘛。我们快吃完了，来喝一口汤，这个汤高汤，相当不为有味。哇！这福州话讲，好卡。好的，本期吃林东吴清汤面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。喜欢视频的朋友，欢迎点订阅、点亮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拜拜。好了，走了，吃完出去，天都黑了。四锅呀，排队了。看到没有？6点多才是饭点，6点不是。